齐小姐说的对，我看你就是现在怕死，胡乱捏造假东西出来保命的，想骗我，我呸！你这个狗贼，你乖乖受死吧你！哼！秋霜啊，下辈子擦亮眼睛，别得罪不该得罪的人。该擦亮眼睛的人是你。玄女都头，你为什么要打我呀？秦雨飞，秦无双说的没错，该擦亮眼睛的人是你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来告诉你什么意思。这 U 盘存着真正的温室长压超导体技术，一旦拥有此技术，龙国将一举成为全球最强的国家，立于世界之巅。若是有人破坏此技术，形同叛国，你可知罪？不可能，他万一是假的呢？是啊，玄女都头，这狗东西卖国求荣，他若真的有此技术，早就要卖给他国，怎么可能保留到现在？哼，就是你们觉得是假的呀。正好我这呢还有一个备份，你可以找个相关领域的教授过来验证真伪。好，你死定了。等等，怎么怕谎言被揭穿，你的小命不保啊？你还没资格让我惧怕，我只是觉得你有点彩头就验证真伪不够精彩。想打赌？好啊，如果这技术是真的，我现在就把这个 U 盘给吃掉。如果这个技术是假的，别让玄女都统脏手，你马上跪在此地自我谢罪。成交。你这条小命啊，可是走不出这里了。徐天下，你这狗东西恢复了没有？赶紧给我找一个超导体领域的教授过来。